这阵子民众不太敢到市场或是卖场，但还是得解决三餐的需求。有餐厅业者就推出了宅配料理包，买回去之后只要简单处理一下，就能吃到餐厅的招牌菜色。看起来就非常下饭的柚香猪脚是这间餐厅的招牌料理。现在虽然不能在餐厅用餐，但是可以来店外带或是购买宅配包，自己在家就可以轻松享用。那除了外带之外呢，也方便了妈妈们呢在家可以做料理，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很好吃的这个柚香猪脚呢做成一个真空包，一个外带一个宅配的包装。那里面这个有700公克，有3颗猪脚，然后我们都有防疫的特别的优惠价，就是200块。业者提示民众，天天料理三餐，可能已经不知道还能煮什么好，因此除了猪脚之外，还包括了鸡腿、牛排、猪肋排等，也都有冷冻宅配的优惠价格。我们的柚香鸡腿啊，还有牛排、猪肋排啊，甚至还有泡菜、意大利面，我们都有做冷冻宅配的服务哦。而且呢，就是我们有特别的优惠，就是满2000免运费。那欢迎妈妈们呢，可以呢来电，然后来直接我们就宅配到你们家这样。随着宅配的主餐不同，业者也贴心的附赠了不一样的酱料，让大家在这段时间即使不能到餐厅吃饭，也可以享受多道招牌料理。记者沈仲林景于巴黎采访报道。